恶魔们隐藏在我们当中。我都不知道为啥是个重印建模，平 A 流啊！嘿，我重印你就重印，行？他跟我重印上，你是不是以为重印能砍得过我？切记一级啊，千万别跟剑圣砍，知道吗？谁跟剑圣砍谁死。完了，我就不应该 Q 他。哎呀，可恶的蓝枪啊！偷袭我啊！偷袭我！我在那看弹幕呢，打完蓝就跑中路赶上我来。那怎么2-0了呢？蓝枪他把谁杀了？他打完蓝能赶上这么多人呢？你可给我害惨了！念个咒，回家吧。差不多该回家了。一会儿我们就开始去赶赶去，这上下路吧，这兵线总是不是那么很好。剑圣想要 Q 完人再回到原来位置，要怎么放技能？注意看啊！给你扣一个，教你一下。比如说现在这个小兵啊，我现在想扣这个小兵，看见没有？马上扣啊！扣完以后就会回原来的位置。只要你扣的时候，这个小兵他死了，丢失目标了，那目标死了。你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。这波其实可以杀。那跑的咋那么快呢？啊！
哇，这蓝枪护甲有点高哎，没砍动。哎，关键还是我让塔砸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被防御塔给砸了。纯爷们儿，扛了一下塔。哎呦我，霞双杀。咦？这蓝枪蓝不要啊？那我不可能让你安心的赶上啊！你去上路赶上，我怎么可能让你的蓝还在这儿有呢，兄弟？你像俺们家打野就不太会玩，你知道吗？你正常这波他去上路赶上，你不可能让他有蓝。打完蓝再打龙。我得去中路收兵了。为什么没伤害呀、啊？我不明白你凭什么跟我打。哎，我念咒没出来啊，我摁了。明白了吧？没关系，嗯，这蓝枪的人头早晚是我们的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。送了这卡米尔，似曾相识的位置。
他跑了就算了吧。无敌了，回家。一会儿先杀 AD， 再杀塞纳，杀完塞纳再杀蓝枪，他再下，别打，等我来。别打啊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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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狂风之力蓝枪，我最喜欢狂风之力蓝枪，它爆发低，先吃草皮，走咋的去？这没有眼儿可以打，来可以上了。左边谁？没办法，剑圣是这样的。不可能来人。不可能来人，因为刚才下路死了仨，剑魔也死，他们家拉尔不可能像有病一样从上路跑到下路，所以这波不可能来人，我们受击者了，一波回家三千。我说的那蓝枪的人头最终还得是我的，他只是在给我们存款而已，知道吗？存款。他是让你不吃塔皮啊，那我不吃塔皮我怎么收集者？这玩意儿呢，100来块钱都不配让我放个大招，真的。随便你杀吧。来，往下走吧。直接抽神，一会儿那蓝枪就会被我们一刀斩。在这等一会儿啊，嗯，咋的呢？
闪现了，他不闪现这波我也把这剑魔都给杀了，我直接杀疯这一波。完了，任杰死了。Q 呢？没 Q 出来呀，被塔砸死了，咋 Q 啊？不是我摁技能，但他没出来，应该是吸地了。刚才不是杀完人立刻有 Q， 杀完人还得平 A 一下才有 Q 呢。刚才没 A 着那剑魔应该。什么女儿？日女儿我也不管了。日女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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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不管了。日女儿咋的了？日女儿，我也叫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叫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改不了。一刀，还有谁？把蛤蟆打了。怎么死了呢？等会儿啊，喂，能听见不？嗯，你们嫂子教育我了。嗯，太阳妹妹也行吧，也挺好。太阳妹妹吧，还是太阳妹妹。哎呀，太阳妹妹，太阳在出山了，来一把红日吧，兄弟们！灵根周岁第几楼嘞？灵根周岁第几楼嘞？灵根周岁，周要没周给，给我来个蓝 buff。是不是不让说嘛？就是不让说，咱就不说了，对不对？回家，无尽了啊！不对，差300，那杀个人吧，随便杀一个。随便杀一个，够了，回家了。来把五杀，那蓝枪关键挂机了，我不好五杀呀。他挂机了怎么办？没有舞台呀，猴哥，那蓝枪挂机了咋办啊？没事啊，就即使他挂机了，我也给你们来个五杀，行不行？刘爵儿不用刘爵儿，即使他挂机了，我也给你们来个五杀。给我回头！
操了，让我砍一刀。哎，冥想。兄弟们，别推，我来个五杀，行不行？投降，那没办法。日是什么时候变味儿的？大概是后羿吧。